班夫斯的展厅拍摄现场啊，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批银钻大衣啊。这批银钻呢是第二批哈，我们第一批呢卖得特别好，而这个银钻呢是我们香港一个非常知名，而且品质呢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牌哈，香港银钻啊。那么这批货呢是基本以这个大衣为主，那么大衣的成分呢也是基本以我们这个绵羊毛啊，还有普通那个羊毛啊，以及它一些其他聚酯纤维啊，拼接我们这个羊羔毛之类的款式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跟随这个镜头呢看一下它的款式啊。像它这类色系也可以看到比较简约啊，比较简约。像这款式呢像它的领口这里基本都是拼接这种羊羔毛的款式啊。像这类格子款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啊，简洁大气。而且它里面这个成分呢基本是以这个绵羊毛为主啊，基本都是这个绵羊毛为主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吸水标啊。100%绵羊毛啊。对吧，这个成分非常好，而且它的抗皱性啊也很好啊。上身效果的话呢是非常保暖啊。整体的色系也是比较偏向我们这个一个比较简洁啊，以及优雅一点哈。年龄段的话呢是在25到48之间。这一批货这个长款是非常多哈，长款占比呢高达68%左右啊。它里面这类色系的款式呢都是非常经典啊。像这类糖果色系的话呢，这年龄段偏年轻一点啊，偏年轻一点，上身效果呢也是比较减龄的。像这款哈，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是有一个这个烫钻啊镶金这种工艺哈，重工工艺的，非常华丽哈。哇，像这件款式也可以看到啊，是一个这种袖子啊，可以看到对吧，很时尚啊，当下非常时尚的一种款式设计啊。像这个呢是拼接这种狐狸毛的哈，很柔软啊，很柔软。它这类颗粒绒的款式呢也是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像这种经典的格子款也是哈，就是非常经典款式啊，不会过时啊。像这类短款的话呢搭配也是非常百搭，非常百搭。而且这批货我们常年都是有做的哈，特别是大衣羽绒服还有它这个毛衣之类的，我们都有做这个品牌哈。这个品牌是我们公司一个常年都有做的牌子，所以说它这个质量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相信很多老顾客啊，就是说做过这个牌子老顾客啊都知道哈，它的品质啊是真的很好啊，而且销量呢也是非常可观的。像这一批呢我们是今年的第二批啊，这个大衣啊，第一批的话已经早早卖完了哈，所以说这一批如果还没下手的小主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吧。它里面的色系啊年龄段包括它这个版型哈，都是当下非常销量非常好，以及呢跟我们的顾客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匹配度呢也很高啊，很高，南北皆宜的好货啊，很百搭，很经典啊。而且它一份货里面的款式呢也是挺多的，非常适合我们一些实体店主以及一些直播的客户哈，非常实卖。哎，它这个质量呢真的抗皱性非常强啊，就无论您怎么去揉啊去卷啊，但它一放的话基本都不会说有那个起皱的那个痕迹啊，非常
整体的质量是非常好。像这类大红色的话呢，上身是非常显优雅显气质。像这种竖条纹的款式哈，也是这种经典的款式。像这个呢就比较有这个特色哈，后面是连接了一块这个牛仔布一样的款式啊，以及呢是一个撞色拼接啊。而且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，它每一个领口呢基本都是拼接到了有我们这个一个羊羔毛哈，保暖度是非常好的。无论是它的做工啊、走线以及材质呢都非常高端啊，非常好，非常精致啊。像这种版型也可以看到啊，对吧，非常大的一个版型哈。像大衣这种货品的话，相信很多顾客啊都是啊每年啊啊必备的一个单品系列啊。因为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啊上身效果也好啊，包括我们出门在外也好呢，一个就是好看啊，还有又保暖啊。码数的话呢是一个啊中码到两个加哈，中码到两个加，小码只有1%哈，可以忽略不计。而且它的版型这么大，小码的话呢，基本穿到120斤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版型这一块以及码数这一块哈，不用担心嫌它的码数小，实卖性是非常强的一排好货啊。把它这种啊浅色系的呢，就上身效果的话是比较显年轻啊，显年轻。它里面还有少量的羽绒服哈，像我们这个拼接这种绵羊毛的这种款式啊，也是一个羽绒服的款式，对吧，很年轻啊，时尚。像这种淡蓝色的这种啊，也是很百搭时尚。它这种格子款的系列呢非常强啊，非常强，因为它经典啊。像这里颗粒款式的羽绒服啊，对吧，它这个背后呢是跟这个是这个绵羊毛啊，然后呢正面呢是一个羽绒啊，所以它这个款式非常有特色啊，特色。非常大气啊，整盘货品是非常大气。像这类色系啊，是很多小主啊追寻的一个色系。拿到店里面去的话呢，整个店面陈列起来啊，会觉得上了一个档次啊。所以说对这份货感兴趣的小主啊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啊，因为这个货的销量是真的很好啊。它无论是从它的色系啊，以及版型、款式、做工，包括材质呢啊，都是啊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所以它整体一个实卖性啊，以及实穿性呢都很强啊。啊，那么这一份货的所有款式呢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。那么大家再跟随着镜头呢啊，回顾一下，感谢大家。